贼第一次出动的魔豆即使切事件。那我们呢上次呢念到小心有黄金，那我们接着看，接下来是运气有点差。好，运气有点差。大盗贼或称布兹，当强盗呢懂得很认真。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每天一早呢他总是6点钟起床。挺早的吗？最晚呢是7点半，他就会离开贼窝出外工作了。这天早上呢，他一直躲在树林边的金雀花丛后面，从8点钟起他一直用望远镜瞭望着路上的行人。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半了，他还是没发现什么好目标。运气不好，大盗贼啊，或称不知，嘀嘀咕咕的咒骂着。假如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啊，早晚我得换个工作才行。长期看来，打劫并不划算。再说，这工作也实在太累了，不是长久之计呢。当这个大盗贼呢，没东西可抢，也真是不好，对不对？他掏出一小撮的鼻烟，正想提提神。他工作的时候很少这么做。这时呢，他听到了路上远远传来手推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太好了，霍琛不知想，看来呀，我埋伏在这里并没有浪费时间呢。他不再嗅鼻烟了，拿起了望远镜啊，路上有2个人呢，正推着手推车绕过了转角。手推车上有一口大箱子，看起来挺重的。那2个人正拼命推着他呢向前走，其中一个人就是卡斯伯。大老远啊就可以看见他戴的那顶红色尖顶帽，很好的。卡斯伯哪一个？对，没错。那另一个人是谁呢？假如其中一个是卡斯伯，另一个人一定是他的好朋友，谁呀？萨佩尔。这一点连大盗贼霍琛布兹都知道。我真想知道那箱子里到底装什么。霍琛布兹琢磨着。且慢，那箱子上不是写着字吗？写字写了什么？让我看看。小心有黄金。那幸福的大字写的是什么？嘟嘟嘟嘟嘟嘟，你看看。小心有黄金。大盗贼霍琛布兹终于看清楚箱子上的字了。因为怕看走眼呢，他又读了2-3遍，确认没有错。没错，千真万确。他总算走眼了，或许他不必换工作了。霍琛布兹呢迅速从腰带里拔出手枪，装上弹药。他等卡斯伯和塞佩尔推着车子来到离他没几步远的地方时，一个大步跨到路上，举起双手。霍琛布兹大喝一声，否则我要开枪了。卡斯伯和塞佩尔呢拔腿就跑，不过大盗贼对这样的反应并不惊讶。快跑吧，两条汉子，跑啊。霍琛布兹在马背身后大喊道，只要这口箱子不跑就行了。霍琛布兹呢露出一阵大笑，他把手枪重新又插到了腰带上，然后上上下下的打量这口箱子。这箱子被钉得死死的，这也难怪，里面装的是黄金嘛，是不是现在呢就打开偷看一眼呢？还是比较好了，现在先离开这儿。卡斯伯和塞佩尔一定去找警察了。难道我还怕警察？当然不怕啦，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大盗贼霍琛布兹。不过我还是小心一点吧。霍琛布兹呢马上气喘吁吁的把沉重的箱子扛到了背上，手推车呢在林间小路上派不上用场。他一脚把手推车踢翻到路旁的水沟里，然后喘着大气呢扛着他的箱子跨过了灌木丛朝贼窝走去。他匆匆忙忙往回走，竟然完全没发现背上的箱子越来越轻。卡斯伯在逃跑前的最后一刻没忘记拔掉塞住箱底小孔的火柴棒，于是细白的沙子源源不断地漏了出来，在霍琛布兹的身后呢留下了一条细细的沙痕。
嗯，很聪明吧？嗯。一回到老巢了，霍成不知把箱子放在桌上，把门呢从里面拴紧了，接着他从工具箱里呢取出了锤子和钳子，迫不及待地敲开了箱子。他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强盗哦，敲起箱子来得心应手。哎，没多久箱子的盖呢便打开了，他弯下身子朝箱子里看，这一看呢他呆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箱子里只有一堆沙子，就是普普通通的白沙子啊。哈，大盗贼霍成不知愤怒的大人，我被骗了，他们把我当白痴耍。哇，霍成不知双手紧握打着弯刀，对着那可怜的马铃薯架一阵乱劈，把他劈得碎片乱飞，就连那张结实的橡木桌子也被砍得支离破碎。嗯，天哪，原来他会被骗了。 OK， 然后他又跑到洞口，打开洞门，想吸一口新鲜空气。咦，那又是什么？地上有一条什么细细长长的白线，在哪里？宝冰，在这里。哦，哈哈哈。然后且呢，这条白线从树林那边延伸过来，直通他的强盗窝洞口。霍成不知立即就把明白了，他发出一阵粗野的咒骂，卡斯伯和塞佩尔竟然想要耍我。霍成不知怒吼，现在我要找你们算账，这两个臭小子等着瞧，我非要你们好看不可，我要报仇报仇报仇。 好，接下来卡斯伯和塞佩尔呢没有去找警察报案，他们跑到了森林的角落，躲在树丛后面等着看好戏。当他们看到霍成不知呢拖着那个马铃薯箱走掉的时候，可高兴了啊！想想那家伙也真够倒霉的，塞佩尔说道。为什么呢？卡斯伯问道。挺可怜的，他必须扛着那么重的箱子一个人走那么远，我真希望他的腿别被压扁了才好。那家伙哈，哼，卡斯伯气愤地说，最好累得他脸色发青，别忘了他是一个强盗。对，大家劫舍的强盗，他抢走了奶奶心爱的磨豆机。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森林里角落呢待了一阵子，然后呢匍匐返回霍成不知袭击他们的地方。那辆手推车轮子朝天，正躺在路旁的水沟里。哎，没关系，就放在那儿，卡斯伯说道，等我们回来再说。要找到那道沙痕并不费功夫，那条细细的沙痕朝着森林的深处穿过去，咚咚咚咚咚。那要朝卡斯伯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要好好的追踪他就好了，对不对？卡斯伯呢就想赶快追踪上去，可是呢塞佩尔一把拉出来，等等，我们先变装变装。嗯，没错，变装，可别让大盗贼呢认出我们来。嗯，说的有道理，但在这里要怎么变装啊？很简单啊，我把我的帽子丢你，你把你的尖顶帽给我。我要你帽子干什么啊？卡斯伯问道。啥问题啊？塞佩尔说 ：“No， 戴上去吧，刚刚好，对吧？刚刚好才怪呢。”卡斯伯说道。嗯，但是大盗贼那可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呆啦。嗯，我们看看。嗯，塞佩尔的帽子实在太大了，卡斯伯戴上它就像一个稻草人一样。可是塞佩尔认为这样蛮好的，太棒了。塞佩尔说道：“谁也认不出来你来。嗯，怎么样？我戴上你的尖顶帽，看起来不赖吧？”哎呀，好好笑哦，卡斯伯说道，奶奶看到你这副模样啊，一定会又吓昏过去。那就对了，嗯，这样大盗贼啊霍成不知啊就认不出我们，咱们走吧。卡斯伯和塞佩尔呢循着霍成不知呢留在树林中的沙河呢向前追踪。沙河看起来很清楚，可是越往前走啊，树林越来越茂密了，光线也越来越暗。啊哈哈，塞佩尔呢暗自庆幸，这真是一座适合强盗出没的森林，幸好我们事先啊变装了。啊，就这样，他们已经追踪了将近一个钟头了。走着走着，在前方的卡斯伯突然停下来脚步。嗯，怎么了？嗯，塞佩尔问道。地上的沙痕突然分成两道，一道向左，一道向右，到底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你能解释吗，塞佩尔？当然没问题喽，卡斯伯。两道中，必有一道沙痕是假的。废话，那么哪一道是真的呢？
那就难说了。我们来瞧一瞧，我们最好也分成两边走。好吧，那你要向左呢还是向右啊？抽签决定吧。好，卡斯伯和塞佩尔呢用抛硬币的方法啦来决定。塞佩尔呢扔了两次的正面，一次是反面，按照两人的约定啊，这就表示他得向左走。祝你好运哦，塞佩尔，千万小心。好吧，卡斯伯，我会尽力的，你自己要小心。嗯，好，下一个，胡椒枪。对，大盗贼祸成不知，冷笑声抚摸他那浓密的黑胡须，用箱子里剩下的沙子再撒出另一条的沙痕，确实是一记妙计。一想到这，他就好开心。他真希望啊，卡斯伯和塞佩尔会傻到两人分开走。嗯，这么一来，这两个家伙可要大吃一惊了。他祸成不知，早就预料到了。嗯，塞佩尔走的左线直通盗贼窝，他怎样也想不到啊，盗贼祸成不知，正拿着上膛的手枪躲在离洞口不远的一棵树瘤纠结的老橡树后等着他呢。手枪里没有双子弹，而是就填满了磨的细细的胡椒粉。霍成不知心想，这种情况下使用胡椒枪啊正好。那两个小子要我等多久呢？霍成不知心想，如果没有估算错，甚至已经有人摸着路走过来呢。没错，树林里出现了人影，那人戴着大红色的尖顶帽，所以呢一定是卡斯伯了。霍成不知大概知道那是塞佩尔戴了卡斯伯的帽子，他举起了胡椒枪啊，仔细瞄准，然后慢慢的扣下了扳机，砰！只见火光一闪，一声爆炸之后，一团的胡椒烟雾弥漫。可怜的塞佩尔，这一枪正中他的左脸颊。塞佩尔一瞬间什么也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不断的打喷嚏，哈哈啾，然后吐那个唾沫，我就吐口水，一直还拼命的咳嗽，脸颊火烫，刺痛呢，像是被利爪抓过似的，眼睛也觉得有刺有辣，太可怕了。大盗贼呢，火成不知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塞佩尔了。他掏出了一根混牛犊的绳子，就是小牛的啦啊、哦、OK， 把塞佩尔的手脚捆起来了，边捆还边哈哈大笑。捆完之后，他把小家伙往肩上一扛，大步朝强盗洞走去。进了强盗洞，他把小家伙往角落里扔。好啦，他叫他，现在你可以尽情打喷嚏了。霍成不知在一旁等着，看到胡椒粉的威力逐渐减弱时，他踢了塞佩尔一脚，嘲讽地说，你好啊，卡斯伯，欢迎光临我的强盗洞，这地方你还满意吗？可惜你好像感冒了呢。这是你自找的，谁叫你多管闲事。塞佩尔无法回答，他哈啾哈啾哈啾打了一个大喷嚏。还好吗，卡斯伯？霍成不知说，他说什么？卡斯伯？我不是卡斯伯啊，塞佩尔喊道。可是他马上又打了一个喷嚏，哈哈啾！对啦，霍成不知讪笑着，哇，我知道你不是卡斯伯，你是君士坦丁大帝。不是，我是塞佩尔。你是塞佩尔，那我就是丁摩瑟咯。可是我真的是塞佩尔。闭嘴！霍成不知大吼，你在胡说八道，把我惹火了，小心我用拨火棍呢、揍你。咦，什么声音？快听！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这是强盗洞入口的门柱上的小铃铛所发出的铃声。知道这铃声意味着什么吗？大盗贼火成不知说，大盗问道：“我告诉你，卡斯伯，铃声一响，就是你的朋友塞佩尔掉进了地洞。说的准确点，是扑通一声掉进了陷阱。怎么在发愣呢？怎么不开口了？放心吧，能抓住霍成不知的人还没出生呢。霍成不知放声大笑，然后呢，他从床底下掏出了几根的绳子，还一个大麻袋。我现在就去接你的朋友塞佩尔，给你作伴哦。你给我好好想想，你究竟是不是卡斯伯吧？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念这一小段咯，下次再继续吧。好吧，阿婆，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e're going to say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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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